好啦，来吧。放假青山宫平安尊龙，那么少读无益，苦不祥，何有众心？咱放假平会当素食无灾，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。蒙甲人的幸福，如果蒙甲人有一间青山宫，有一尊平安尊王，在165年前，富有的蒙甲地区度过的瘟疫。今天世界的瘟疫在流行，祈愿我们青山宫平安尊王能够保佑我们蒙甲不受任何瘟疫的侵犯。今天大家都很幸福，很平安哈、哦。那么，登给咱青山平安尊王的游客，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